2021年是很特别的一年，在新冠疫情持续肆虐全球的当儿， TCI 以行动证明我们对员工跟家人的关怀与照顾，而员工也回报给予公司高度的向心力跟认同。在这里我要谢谢评审委员肯定身为雇主的 TCI 在2021年对员工的付出。一直以来 TCI 以宠爱员工为名，在这段期间，虽然我们无法像往常一般包着游艇、包着私人飞机带员工到处去旅游以及上米其林餐厅，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员工深深感受到公司为了照顾员工跟家人的健康所做的努力。尤其在这一段防疫大战之中，透过公司贴心巧心跟精心的安排，来确保我们公司的每一位员工是在一个最安全、最便利以及最舒适的环境下工作，能够获得亚洲最佳雇主这个奖项，让我们对员工的体贴入微的作为获得了相当大的鼓励跟激励。最后我要说的是，能够跟一群业界最顶尖、最优秀的人才一起工作是非常幸福的缘分，让我们一起迈向世界第一 ，TCI 世界第一。